今天是我该兑现承诺的时候，艾米和两位粉丝朋友 PK 头像手账的结果现在出来了，支持艾米的有64%，看来我可以升级为巨佬了。你要低调低调，知道了。然后支持春风的有24%，那么支持蜡笔的是12%。第三名我好像忘了说送什么了，怎么办？那就第三名待遇和第二名一样嘛，都送一卷小麻薯呗。那钱你说啊？行，给你点赞。先给粉丝选，好吧？好。艾米再帮第二名，然后选一个15R2的随心配，因为他给我发消息说不想要一卷小麻薯，就想要一个随心配。对，那我们就满足他。小麻薯木子李卓大王系列手账素材，好张是吧？对。嗯。OK， 现在我们直接给他付钱。OK 了，我们已经付成功了。现在就该我开始买了，还有第三名呢，你慌什么？你再帮第三名选一卷小麻薯。行，就这个小麻薯的每日选择体验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这个也挺好看的，艾米他是没有的。对，所以我准备把我最喜欢的送给宝子们。嗯，好，付款。好，终于该我了。好了，这里粉丝的已经买完了，手机还给我吧。干嘛还有我的没买呢？你不买了。咱们先买一个刻刀练练手。刻刀我都不知道给艾米买了多少个了，然后全部都被他搞坏了，自己在那里什么改装啊？对，然后结果改着改着，哎呀，我刻刀笔去哪儿了？找不到了。对，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这样的刻刀。紫色的流沙的，看来我的品味还蛮不错的嘛。买一个小猫鼠的风风粉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炼制书，然后这个就是蜜制书，我最喜欢的一款，然后这个就是光之书，这个是冰之书。小孩子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不买这么多。买多少？我买一个行了吗？啊，对对，就买这个小猫鼠的蜜制书，我最喜欢的。我再买最后一个，是网上最火的那个嘟嘟猫。咱家的玩具已经够多了啊！哎呀，我做主懂不懂？现在艾米选的这个嘟嘟猫，很多颜色都已经没了，只有一个绿色和一个米黄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白粉色。我准备要这个米金色的嘟嘟猫，还选个最大的。对，抱着睡的那种。好，给我吧，我来付款，你不要再看了。63.1元，付款成功了。你办事我特别放心。哎呦，艾米能得第一名，这都离不了大家对艾米的支持，对吧？对，啊，也谢谢大家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